市选秀已逾八年光景，2010年进入七年之痒的中国电视选秀迎来了崭新的华章。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、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携手打造的第一美产2010海南国际旅游岛形象大使六月发任，如平地惊雷，震惊四座。来自海内外各地的3万名女孩在美产的舞台上绽放青春梦想。2011海南国际旅游岛形象大使的号角再次吹响。第一美差，第一美差，第一美差，第一美差。可爱的美差选手们经历了3个月的磨砺，昔日风朗的眉宇间流露出成长的痕迹。在比赛中，他们懂得了珍惜和担当，并更加坚定梦想。他们用智慧和果敢、纯真和快乐，带给我们无限感动与回忆。第一美差2012海南国际旅游岛形象大使选拔第3季绽放季，2012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华丽连装，锋芒交汇，梦想绽放。